这边有很多这个团体啊，他们也十几个人组了好几团呢、啊，去釜山为我们中华队加油。现在上场看到的呢，就是日本队这一场比赛的游击手第二棒平野惠一。我们的中继投手王建民到目前为止投了四个人次，已经有3K 的表现。面对平野惠一的第一球是一个坏球，哇，这一球被打得结实，这一球，哦，右外野手谢嘉贤这一球接得漂亮，把平野惠一给接杀出去。像这局如果守下来的话，这个大概总教练杨千敏先生，他先上去询问一下王建民他的状况，不然这个状况侯一中会相当可以掌握的，因为他可以说很多的这个总教练都相信这个侯一中的这个配球跟在临场的指导。那我们现在在场外也有一左一右啊，在这个练投啊，左投手是郭宏志，右投手是这个蔡仲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一场四强准决赛，由于关系到要争夺金牌的资格，所以两队都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啊，主力希望能够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目前在场上打击的是日本队的第二棒游击手平野惠一。王建民面对平野惠一投出的第一球是个坏球。各位观众在一边看着我们华视为您转播的这场精彩的中日大战，一边还可以看乐透开奖，所以看转播是一举两得。这球一个内野，哦，这球一手接得漂亮，直接接到之后才垒包，在一垒前是刺杀了第二棒的平野惠一。哦，这球如果传出去，很有可能就形成安打。对，而且这个左手打的要传出去，那边三垒安打的机会相当大。这个球蔡峰安接的相当漂亮，看飞身去接这个球。我们看他慢动作重播镜，哇，蔡峰安这一球真的是美击奖。对，这个球接的好漂亮。日本队现在形成满垒。那这个球呢是在人工草皮的球场，这个球也非常运气好，打的时候刚好弹跳在本垒板弹得很高，所以是一支内野安打。还有这个球，一垒手蔡弯接得很好，有把它拦下来了，有把这个球拦下来，对。紧张，紧张，紧张！目前九局下半，日本队攻占满垒，只有一人出局。第二棒平野惠一的打击。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丢内，打到内野球一定要传本垒啊，因为已经是第九局下半了，5-5的比数啊，所以他们这个缩小手背，这是绝对正确的。外角球，这球好球进垒，144公里的快速直球，一个好球，一个坏球。日本队第二棒的平野惠一的打击。九局下半，日本队满垒，目前一人出局。哇哦，还是一个外角的变化球。看这种球赛，连我们在播都心脏都一直在跳，真的是紧张，真的好紧张，真的好紧张。在这个休息室里面的教练跟选手们。5-5，王建民撑住，这球回棒落空，漂亮的球速形成了两好两坏。刚才这一球是一个内角的150公里时速的速球，这王建民也拼了。九局下半，日本队进攻，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来一个关键性的三振就好了。两好两坏，球速对王建民有利，这球打的断棒，这球选择传本垒，哦。一垒手传本垒，刺杀了日本队的荒井九雄在本垒上。哦，目前虽然日本队还是攻占满垒，不过已经两人出局了。一垒手蔡峰安这球接到球之后选择传本垒，我们来看看刚才的慢动作，这球连球棒都打断，打碎了不是？对，我们看到这个。黄金九人也是很奋力的扑垒啊，不过我们洪一中早就等在那里。
九局下半，日本队进攻虽然还是蛮累，不过已经两人出局了。再解决掉这名第三棒的打者龟山和洋，比赛就将要进入延长加赛。好球进了。两个好球啊，这个真的不要太好的球给他。九局下半两人出局，日本队的进攻，这球回报落空，漂亮的三振。九局下半结束日本队的进攻，这场比赛要进入延长加赛了。中华队九局下半漂亮，王建民漂亮的演出，哇，王建民这场比赛表现得可圈可点，慢动作传播镜头，这球完全骗得结结实实，龟山和洋回报落空，硬是把你给三振出局。完全要打的这个完全没有打的欲望了。中华队这场比赛从一路落后到追平比数到后来居上，我们看他的十局下半在场上投球的还是中华队的投手王建民。王建民从三局下半接替宋兆基上场投球以来，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到目前为止我算一算，好像已经投出了有1、2、3、4、5、6、7、8次的三振，没有让日本队说再拿下分数。对，我想这个没有放弃的这些教练团啊，真的是用王建民把这个分数压低，甚至于一分都没有再失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啊，并没有因为这个被打了前面三四局被打了五分就放弃啊，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决定啊，教练团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日本队在十局下半的第一个上场打者，日本队也急了，换上了代打背后29号的吉普贵志，这一球又是挥棒落空。日本队现在换上了代打吉普贵志，他是日本业余的日产队的选手。哇，他们现在反倒是换上业余的选手来代打吉普贵志。好球，这球好球，三振出局。十局下半，王建民第一个就把日本队的代打吉普贵志给三振出局。我想这个相当重要，这个三振相当重要的一次三振。看到这个慢动作，叫你不得不服气呀、啊。王建民，如果这场比赛中华队获胜，他绝对可以当选 MVP。对，我想他让后面这个等于七局啊完全没有得分，这个最重要，而且他投球的过程当中中规中矩的。我们看到现在日本队在场上的打者是第五棒的喜田刚，这球打击出去，二垒手接到之后不要再笑了，传一垒刺杀出局。那在这里，我真的也很希望这个王建民未来在美国发展啊，能够第一个上这个大联盟的投手，因为陈金锋已经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上大联盟的野手，我也希望他在那边有更好的表现了。两人出局啊，好好守这个。十局下半已经两人出局，解决掉最后一个人士，中华队就拿下了这场比赛胜利。我们来看看王建民能不能解决掉最后一名打者。好球，这球好球进来。面对日本队第六棒的一垒手小山豪，你好，这一个球，这一球挥棒落空，哇！王建民真的是太棒了。十局下半，日本队最后的反攻机会，两人出局，两好球。这球打到内野方滚地球，黄宗义稳稳接到手上，传一垒刺杀出局，中华队赢了。这场比赛中华队后来居上，6-5击败日本，取得了进军釜山亚运棒球项目冠军战的资格。我们先暂时进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